呀，这怎么事？睡着了？困了都啊？困了。我寻思怎么敞篷的进来了吗？困了，等我俩等困了。那可不，活了，呀，走吧，真困了。啊、你是溜达溜达正好，要不然你不能困。不能呗，你坐行。走吧，往回走啊。走，回家。啊，今天饭省事儿啊。吃火锅。好啊。常家搁这扒皮儿的。啊，整两条鱿鱼儿。涮火锅吃是吧？对，涮火锅吃。嗯。吃完软和。但是得把它这小皮儿扒下。这扒不扒都行，其实正常。那有皮儿不皮条吗？不皮啊，这没事儿。啊。你看烤鱿鱼的都带皮儿。嗯。就咱们这啥涮火锅的，它能扒就扒去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生，你这是生了，你这原先总监原来的活。对，这是干锅干的活，好容易挠上了。哈哈，好容易挠上。在这家就适合我扒葱扒蒜，正好的。就那个活就我正好。你跟老妈你俩是一套活。嗯呐，就我们俩专负责扒蒜儿的。扒葱扒蒜儿的，收收这个，收收那个的，是吧？嗯呐。没毛病。还有多少？马上了，完事儿。放点大虾仁。嗯呐。冻的，我给这个皮儿给它扒的。爸说这个蒜末，冒沫了。你看炸起来能冒沫了？哎呀妈，这多费事啊！那你看看，你看。这样就不冒沫了。那冒沫，你说冒沫，那整个那带皮那个，那我说是一上就冒沫了，你这你赶上了。这你去完虾线，你还能冒沫吗？哎呦我的妈，这你还这你不费事的，这费啥事？吃的时候不费事，不用蘸手了，嗯，这样式的，连虾线在那啥都给它整掉了，下头。这是最标准的了，这是最标准的。那还说，老爸说这是最标准的，嗯、小肉圆这是小的。嗯，老爸上菜，我负责他荤的，我来素的。啊，老爸摆盘儿。嗯，我这小锅他买的怎么样？非常板正啊，非常板正，非常板正。我寻思你又说是就一般不咋地。啊，好的就是好，好就是好。嗯，对，老爸选，差没给你套进去。一眼都能看出来，嘎嘎板正。凤姐今天把小头发扎上了哈，整利索的，那整噼里啪啦。这头发有时候就想起来，有时候就想不起来，有时候做整一半完想起来了，嗯，寻思不扎了，这回老早扎上。哎，完事儿。干豆腐，这个是配的小地瓜哈，安排。哎，鞋干掉了，来，鞋干掉了。一盘大青菜，小料准备好。杏鲍菇。哎呀，杏鲍菇。鱼丸可号啊。还有啥？爸说什么？午餐肉。嗯，午餐肉一会儿上一个。午餐肉上一个。对。哎，行，我了。徐老师回来再这正好，我接着吃。他接着就吃了啊。行，意思意思。找人呢，咱仨就三顿一瓶，你看看，仨人三顿一瓶，你给家自己三顿。三两，我给家二两左右吧。啊，二两，一瓶酒，一斤酒喝五天。今天还行，这时间哈、啊、不到八点，俺们吃完，我儿子正好接着。哎，这羊肉好，这是五花肉，有点冻的。五花的羊排肉，羊排，你尝尝这羊肉，你知道？哎呀，太多了吧？咱仨你不给来都没有。哦，这些行了吧？谢谢。这个可以吧？大虾，这俩是这一锅就是。我们俩一看这小辣油不少，对，那就不吃吃看。一会儿要不辣了，爸，咱俩再来点辣的。行，妥了，也不错。看你那个蘸香的这个什么蒜末啥的，还是看我老妹儿，你们搁那个天津那嘎整，我俩回来之后也提点啥玩意儿。那是什么不有吗？就是那个自助餐是不有吗？火锅店。火锅有，是不是？火锅店有，但有的时候不高那老些。那这个差一半就行了，肉很低。尝尝吧，这个羊肉，行，你尝尝这个羊肉，好，尝尝。这羊肉挺好，一瞅就挺好。羊排肉，对啊。我们买羊肉就买他们一家，就那一家。嗯。啊不起沫。去那家买的。你咋算了不起沫？就上那家买。完了还不硬是吧？嗯，没有，没有。嗯。
耿州的。你们把那个筷子哪去了？那儿的。他那一起。嗯，公筷啊。石板子。啊，公筷吗？那。加羊肉的。啊，扯了，反正没事。哎，我那俩还寻思你，我拿的三双筷是黑色的，你怎么使白色？因为我那天是不是没给他加羊肉吃的吗？你看，中间那种技巧呢，会了。啊，你这玩意儿整的不好。要不然他就发长吧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他就等他一会儿。嗯。那口角就小也不行。那就小了，嗯。一过年的时候上他家去买好几袋羊肉，完了这一整个啥的，啊，咱也没有啥玩意儿，那时候锅底儿没啥玩意儿，就羊肉好像是白菜，大白菜。啥锅底儿啊？你就是嗯，就是煮，搁点葱姜，完了煮。啊，我买点那个小4块钱一盒那个小、啊、小海鲜，这么大小蟹子也借个味儿，那也没有，没有，那也挺好，也挺好吃。嗯，涮火锅。那里面有那小螃蟹是吧？对，有好几样，好几样。有有蟹子那么吃到位，嗯，有蟹仔，嗯，白色。那咱你想吃这么全没有，真没有。一个是没有，再一个吧，没有钱也舍不得。那，作为过年了，我俩生个啥你没回去，等回去说买大庄园，就一准大庄园呗。嗯哼。那大庄园是很贵呢。啊，现在还有那大庄园。现在有，好多年老牌了，大庄园。老牌子，那真是。不买那散的什么刀。嗯。哎。嗯，张华好了。好了吗？嗯。你这儿呢，大虾，这儿呢吗？给你吧。我不爱。你刚才没吃，给。快买了。我吃虾滑。给爸，爸吃。大院吃虾。我都吃俩了，照你这俩，这一盘子。四个我哥吃三个，一盘子呢吗？一盘子，你们都舍不得吃，你这我就咱舍不得吃，你先吃吧。我去淮海伦买的羊肉挺好，嗯，那还有个北极星那嘎达，他也是专卖羊肉的那家，那肉不错，你得找那超市那不行，嗯，超市那啥样的都，对。那现在有这个。楼下有这机会，从年轻的时候上学啊，净是爆米碴鸡蛋酱，我现在没吃过，嗯、没吃上瘾。爆米碴鸡蛋酱，你吃不是没有好，没有好，没有别的。上学时候带鸡蛋酱，就是爆米碴子，煮爆米碴子，你奶煮爆米碴子了，第二天早上头着碗煮了头了，嗯，第二天就是头那水饭完装一饭和爆米碴子，打点鸡蛋酱往旁边一包就完事儿呗。爆米碴鸡蛋酱啊，往那夹一个，到那热完以后，完了，一拌乎就吃了。那得，你要是拿两个饼啥，那一年都拿一回两回，那都乐坏了。嗯，那时候条件就那样，不是他生产队分的，总共没有多少。完了，你分那点玩意来去钱，其实应该算是说跟现在也差不多一样，家家户户的都是这样。对，你们那时候完等你们上学，基本上都带那玩意是吧？都带那个，有吃。我爸也讲过，我爸也是，那都一样。你要是吃供应粮那个，供应粮的就是面多，面多就是就拿。吃面，大米不缺。啊，大米白面缺，爆米碴不缺。大米吧，你得分哪儿的？就是像后高屯那地方，人家就生产队在人家分稻子分大米。啊，你像咱们这嘎就没有旱田，没有水田的旱田。你要是那地方人吃大米就多了，有的拿生大米给家拖好了，完了光着锅蒸。为什么？蒸成的饭。上学校做啥？啊，学校通饭呢，通饭给它搞底下，它不能通熟吗？能蒸熟了。啊。嗯，高点水，啊，高点水，整点那小鸽子啥的，下青菜了，整腻了。咱们也不分啥下啥下，就随时吃啥就来啥，嗯、是不是？那你吃啥来？要不然我儿子讲话了，青菜每次都是最后下完了，有的时候就吃不了。我忘吃了，这个你下点这个也好吃。牺牲的行，来点，嗯，这个肉腻没啥吗？嗯，这个、肉。嗯，肥的多。对，上火开始，开壳。有没有？唐大哥他家，我那个以前有个那个啥邻居做粉耗子，我叫大哥，唐大哥家的粉耗子好吃。
他会做圆锅滚是吧？嗯，菜叶也行，就是有点干黏，知道，是吧？对，发黏，没筋性，没筋性，你还是不是说纯熟的呢？对对对，不纯。等到十一时候，年年十一左右上冻吧，你忘了？嗯。老家是10月15号回去吧？那还有一个月吗？就这段时间是最遭罪的。屋里边阴冷啊，而且发阴呢。外边这大屋里边还冒汗呢，不打空调还不行呢。啊，外边凉。嗯。要不提前在家里边，就是家里边爱煮冷茶子。对。然后就烧火，完了烫热。烫热。烫热屋就暖。我看着就过。嗯。那行，这瓜熟了。嗯。这是大补财油，不用怕。大补财油是不是行？行，这家是还不错的。我爸怼大补财油，嗯，怼的这个。我这啥都怼，这锅里，啥都怼。吃这大虾，大虾得下两，这都扒开了，这都得搁里边。大虾你都不下，我这使那筷子是吧？那给我一下，来煮块，公块，跟我家后天整的明白。那非常慢，使就好棒，是不是？来五个，来一波。要不然就我家为啥徐用石就总好那个把筷子调过来夹生的怎么的？啊，嗯。那人家徐用石那干啥呀？更讲究，讲究那讲究啥玩意儿能注意？你看我这个就整这个虾滑，你说是咋整出这个的？之前下的大虾一是冒沫了，再一个徐用石挂失啊，就是消化扒费劲。对，扒费劲冒沫子啊，又费劲又啥的，完了又不吃了，冒沫子啊！我还给那头煮的时候，常见咋给他这鸡蛋？我说我给你来一张，给他扒完之后煮，完了给那个给他搭下那个虾线贴的，嗯啊，你这家伙吃，这家伙每次煮那家伙抢吃，我慢慢喝，我慢慢喝，等孙子一会儿跟孙子再来、嗯、再来一口，干杯！我说那还有五分钟，四分钟，我说行，你慢慢喝，别干了吧，嗯、我不干。啊，凉，你说少来一口得了。嗯，还有呢，慢慢喝。慢慢喝，嗯，那个整挺好啊，小火锅啊，整的不错啊。嗯，今天那个就到这里了，明儿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